Hello，Hello，宝子们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咱来吃一个萝卜刀巧克力，哈哈哈哈！手工 DIY， 咱来吃一个什么颜色的呢？给它打开啊！哇塞，这也太漂亮了吧！哈哈哈，吃一个这个吧，咱们看看能不能给这个糖果给它打开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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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好使啊你，还占我的嘴快！玉米糖果，我要跟我的萝卜刀削着吃。哎，哎，你还是挺有作用的嘛。看我的萝卜刀，吼吼哈嘿！看我的萝卜刀，吼吼哈嘿！你也进我的嘴里来吧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是小兔子，你怎么把我的萝卜刀吃了呢？你把我的萝卜刀巧克力吃了，我还怎么去拿它挖胡萝卜呀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等我把你这个萝卜刀吃没了，下回我赔你一个好不好？那行吧那行吧，你要快点哦，要不然我明天没有饭吃了。完了，萝卜刀巧克力都快让我吃尽了，帮小文点个小爱心呢。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